那时耶稣对门徒说，我把平安留给你们，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给你们的平安不像世界所给的，不要让世事扰乱你们的心，也不要胆怯。你们已经听我说过，我要去了，但必回到你们中间。如果你们爱我，一定会喜欢我回到父那里，因为父比我大。在事情发生之前，我预先告诉你们，好使你们在事情发生时能够相信。我不再和你们多说了，因为世界的王已经逼近，但他在我身上一无所能。可是为了让世人知道我爱父，而且父教导我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